各位学员，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看第十五章所有者权益。那么，仍然进行这一章的考情分析。首先，可以明确一件事儿：这一章属于不太重要的章节。相对来讲，我们考试时一般是以客观题形式出现，但是也不排除把它和其他章节结合在一起，在综合题当中考核。但是分值应该不会很高，一般来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分左右。那么下边看一下这一章的教材的主要变化。这一章首先是从2017年第十章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这章分离出来独立成章的。我只能说2018年它是独立的一章，2016年它也是独立的一章，而且内容几乎都没什么变化，只是2017年把它强行并在我们所说的第十章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对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这儿可以算是一个变化，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对于这一章的基本结构框架来说，一共就是三节的内容。第一节是实收资本，告诉你什么叫实收资本，包括它的增减变动。第二节叫其他权益工具，这是针对于股本和实收资本以外的一个科目，叫其他权益工具，有点不正式的实收资本和股本的味道，包括它的科目设置、主要账务处理。第三节是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这个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没问题，后边他还讲了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我们教材把它写成第三个标题叫留存收益，我把三四给拆开了，没必要强行合在一起。这是这一章的基本结构框架。那么在讲这一章正式内容之前，我稍微再提示大家一下，所有者权益根据核算的内容和要求，我们可以分为第一个实收资本或股本。问大家一句话，在哪儿讲过？第一章，有限责任公司称之为实收资本，而股份有限公司称之为股本，这是第一个。而且实收资本也好，股本也好，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股东投入的钱应该正好等于你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金。那么第二个，我们在第一章没有说到，叫其他权益工具，我经常把它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类似于实收资本或股本，它可能也起到权益工具的作用，但它又不是普通股，我们就把它叫做其他权益工具。第三个是资本公积，这都第一章讲过的。第四个其他综合收益，五是盈余公积，六是未分配利润，其中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统称为什么？留存收益，这都是第一章讲过的，不再重复。那下边就看第一节实收资本，先看实收资本的概述。首先，实收资本适用于什么？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说其他企业，我们用实收资本。能告诉我一句话吗？实收资本代表的是什么？份额。而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不用实收资本，而用股本。股本永远反映什么来着？面值，没错，它永远反映面值，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讲一些详细的账务处理。股份有限公司在采用溢价发行时，那么我发行股票的分录应该怎么做？你发行股票得到钱借银行存款，这个钱一定是两个字，净额，也就是用您的发行价扣除发行的手续费、佣金等发行费之后的净额，我们借银行存款。贷什么？贷方是我们所说的股本，然后我们倒挤出差额，就是资本公积横杠什么股本溢价。那有人说这跟前边讲的可能有点冲突，没问题，你也可以这么做，先不考虑发行的手续费和佣金，那要不考虑，是不是你可以写借银行存款贷股本贷溢价，最后把发行的手续费和佣金再给它冲减一部分股本溢价贷银行存款也可以，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溢价发行可以这么做，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概述。第二个，实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第一个，实收资本增加的处理，
我们先看一下，企业增加的资本一般途径有资本公积转为实收资本或股本，这个给它起个专业名词叫转增什么资本。这个转增资本告诉我结论是什么？所有者权益不变。一定要记住，所有者权益什么不变？是所有的资本公积都能转增资本吗？不是，只有资本公积当中的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这一部分才能转增资本。你要是资本溢价转增的是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少了，实收资本多了。你要是股本溢价，你转增的应该是什么？股本。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转增资本，所有者权益不变。如果我对你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你转增了资本，我这边不调长投，因为你的所有者权益没变。这个溢价是我们股东超投的，所以可以转增资本。第二个，盈余公积可以转为实收资本，也可以称之为是四个字，转增什么资本。因为盈余公积来自于净利润，而我盈余公积净利润归股东所有，所以我可以转增资本，借盈余公积少了带实收资本或者股本，也是所有者权益什么不变。将来你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是转增资本，所有者权益就会不变。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第三个，除了转增这条途径，还可能是原企业的原股东和新投资者新投入的。比如说我可能以钱投入，那就是借银行存款，当然可能以物就是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贷方，如果你是有限责任公司，那应该贷实收资本，实收资本永远反映的是份额。如果股份公司贷股本，股本永远反映面值，倒挤出资本公积的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这都是实收资本增加的途径。那么第二个，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股票股利，这个分录很偏涩，也大家很容易错误，我希望大家记住，股份公司发放股票股利，那是借利润分配横杠转作股本的股利，贷股本。利润分配什么类科目？所有者权益。股本什么科目？所有者权益。所以发放股票股利，所有者权益也依然是什么？不变。慢点多说一句话，如果我持有您 30% 的股份，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发放股票股利了给所有的股东，我手里只是多的是股票，我在备查部中登记，我不做账务处理。而对于您来说是要做账务处理的，您做什么？借利润分配，贷股本。因为您的所有者权益没变，所以我这边不用做账务处理，不是发放股票股利都不做，谁发放股票股利谁做，那么投资方不做账务处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转换权利。可转换债券不就有两种成分吗？一个叫负债成分，一个叫权益成分。将来我把债券转成股份的话，第一，我要把负债成分给灭了。负债成分最典型的是应付债券这个科目，把所有应付债券的明细科目全额反向结转。但是有两个科目原来铁定在贷方，一个是横杠面值，一个是横杠应计利息，把这俩反向转到借方。完了吗？没有。还有一个明细科目利息调整，有可能在贷方，有可能在借方，你就画个丁字账算出余额，余额在借方相反的方向贷方画问号，那就是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同样的道理，如果余额要在贷方，那反向画问号，我就写在借方，没关系。这是我们所说的我把负债成分给它消了。完了吗？没有。您还要把权益成分给它消了。权益成分当时做完分录始终在贷方就没动，
反向给他转到借方，理论上来说就没了。但是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我是拿债券的面值和利息一块转换成股份，那说明我用单给你利息吗？不用。这时候我要把应付利息也给他消了。那么假如说，我多说半句，如果他要说是按面值转股份，没提利息的事，说明你的应付利息我将来单给，给的是借应付利息贷银行存款，这边你不应该给我体现在这个分录上，就这意思。都灭完了，负债成分灭完了，权益成分也灭完了，增加股本。股本永远反映什么？面值。然后倒挤出资本公积什么来着？股本溢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第四个是企业将债务重组转为资本，我先把我手里的股票以公允价值给卖了，那就是借银行存款是我收到钱的净额，贷股本这是面值或实收资本份额，然后贷资本公积横杠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这是倒挤的差额，我就拿收到卖股票的这点可怜的钱去还了一个更大的债。所以借应付账款少还的钱算什么？营业外收入。这个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讲到的一个分录，大家不用去纠结。那么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行权，权益结算只要有等待期的一定是借管理费用贷资本公积横杠其他资本公积，将来你行权的时候我一定给你反向转到借方。借资本公积横杠其他资本公积是等待期的累计数，我还收你钱吗？收，那就是借银行存款。这一块你要忘了，你只能自己再看看我们所说的第12章到底是怎么讲的。写完之后，我不是把股票给你了吗？贷股本反映面值或者实收资本反映份额，差额我们走溢价，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五个。那么括号实收资本的什么减少，其实你没发现吗？这一章的分录几乎都是在回忆各章当中跟这一章知识点有关的分录，以复习为主。我们看一下一般企业的减资，那我就把实收资本减少贷银行存款，而股份有限公司它要减资，它一定要先回购股份然后再注销，当它回购股份的时候花多少钱贷银行存款，借方以同等的金额借什么库存股，没了。第二个，回购不算完，我要注销，注销库存股，那就不就库存股少了吗？就是贷库存股。借方呢，借方一定要体现你注销的股本，这个股本永远反映什么面值。有可能这俩之间有差额，有差额依次冲减，首先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够的冲减盈余公积，再不够的冲减利润分配横杠未分配利润。没发现吗？我现在讲的是哪方的差额？借方的差额，也就是股本小，我的库存股大，会出现借方差额。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回购价低于回购股份所对应的股本，那就是借股本把面值消掉，贷库存股我注销的余额，这时会出现贷差，贷差表示增加。所有者权益类在贷方不表示增加吗？增加就没有够不够一说，直接给我增加股本溢价就可以了。大家发现了吗？实际这三个科目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所以说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变，这几个也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大家记住就可以了。我们直接看教材的例 15-1。B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某8年12月31日共发行股票3000万股，股票的面值为1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600万，这是股份公司，所以这儿说股本溢价，盈余公积400万，
经股东大会批准 ，B 公司以现金回购本公司股票300万股并注销，回购价每股4元，不考虑其他因素，先回购后注销。300乘以4是1200万，花多少钱贷银行存款1200万，借库存股1200万。这是回购，注销的时候呢，把库存股写在相反的方向，贷库存股1200万。借什么？首先借的是股本，股本不是300万股每股一元吗？那是300万。你会发现分录没平，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借差多少？900。这个借差900，首先重检你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是多少？600。600完了之后还不够，还有300的差额，再重检你的盈余公积。你盈余公积有多少？400。我只重检300，那说明盈余公积还剩多少？100。如果盈余公积也挡不住，那我就重检利润分配横杠未分配利润。那有人说横杠未分配利润也不够，你错了。未分配利润可以出现负的，永远没有够不够这么一说。是依次冲减，这儿别说了。这是一个。我给大家稍微往后补一句。假如说我 B 公司以每股 0.6 元的价格回购股票，不是告诉我花多少钱记多少钱库存股吗？300万股乘以 0.6 到180，那就是借库存股180，贷银行存款180。借库存股是回购，当你注销的是一定贷库存股180。借方首先是什么？股本，股本永远反映面值，300万股乘以面值一元等于300万。你会发现这时会出现贷方差额，贷方差额就没有够不够这么一说了，直接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20万，哪来的？到急的，就这个意思。这是例15-1。实际按理来说我们教材没这个内容，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缩股减资的情况。所谓的缩股，就是个别上市公司为避免退市、债务重整等原因，将部分股东或全体股东持有的股份多股缩为一股的一种财务操作手段。那么缩股，我将来股本不就减少了吗？股本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减少记借方，那就是借股本，贷资本公积横杠股本溢价。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先告诉我谁不变。你看，股本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也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所以缩股并不会引起公司的资产负债，尤其是所有者权益任何变化。而且这个缩股跟净利润没有一毛钱关系，这些指标都是不变的。那它有什么变化？首先第一，缩股之后公司的股总股本将会怎么着？减少。另外，缩股之后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和缩股后的交易价格也将会发生相应的什么变化？毕竟股数相对来讲怎么了？少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缩股减资，是我给大家补充的内容。那么讲到这儿，第一节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完了。下边我们看第二节，其他权益工具。我经常说，如果把实收资本和股本比喻成7，那么其他权益工具用切来比喻可能更恰当一点。它实际上跟实收资本和股本呀，几乎属于同一个类型，但又上不了台面，我们只能把它叫做其他权益工具。先看第一个，其他权益工具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先看第一个，初始计量。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你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也就是第22号准则，我们前面第14章不刚刚讲完吗？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比如说你可能发行了优先股，可能发行了永续债。那有人说，老师，优先股我能理解成是权益还好说，永续债呢？
你忘了我说一句话，叫股不是股，叫债也不应是债。我们要重实质而轻形式。所以等你发行的时候，不论优先股也好，永续债，有可能我要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所说的权益什么工具，一类是我们所说的金融负债，这在前边第14章我等于都给大家讲过。那么将来优先股和永续债就可能区分这两种情况。如果你把它划分为权益工具，那么我们将来借完银行存款，贷方就是其他权益工具。为啥？凭啥？如果你的权益工具是普通股，这是正期，那我就贷股本。但是现在你是优先股永续债，确实是权益工具，你又不是普通股，我只能把你叫做其他权益工具，是不是有点上不了台面呀？就这个意思，普通股叫股本，优先股永续债这些叫其他权益工具。当然我也有可能把优先股永续债划分为什么金融负债，如果划分为金融负债，我就用应付债券来表示。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股不是股，叫债不一定是债，有可能是权益工具，其他权益工具，有可能是金融负债，应付债券。这体现了哪个原则？第一章的叫实质重于什么形式原则，一定要记住，这是经常爱考的一个选择题，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初始脊梁。那么第二个，其他权益工具的后续脊梁，如果你归类为权益工具的话，大家想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优先股，有可能永续债，不论是什么，只要你归类为权益工具，你的永续债的利息支出或者优先股的股利分配，对于我来说我都是一样的，作为发行企业的利润分配，而且回购注销等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实际啥意思？就是它虽然上不了台面，它也是个契，你普通股是契，将来你怎么处理的我就模仿你这个契是怎么处理，只不过我的科目叫其他权益工具，听明白了吗？将来它注销时也是先回购后注销，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对于归类为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不论你是股，也就是股利分配，还是债利息支出，我们按照借款费用那一套来进行处理，将来回购或赎回产生的利息和损失，我们也要计入当期损益，比如说财务费用。这就是你只要把前边的应付债券学好了，第二类就有了，你只要把前面的普通股学好了，第一类就有，模仿他们两个去做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交易费，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交易费用呀，实际主要指的是你在发行金融工具时形成的手续费和佣金。如果你分类为债务工具，慢点，债务工具你用哪个科目核算？应付债券呀，应付债券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了，它应该是以什么计量？摊余成本计量的。这时候的佣金手续费到底在哪个科目里边？利息调整，这不跟普通的债券一模一样？没错。如果分类为权益工具的话，大家注意直接从其他权益工具里边把这个数扣掉就行了，这是跟普通股不同的。如果普通股冲减的是溢价，而这直接从其他权益工具当中扣掉，不同的你略微单独记一下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内容我们前面在讲可转债的时候也用过呀，直接从其他权益工具里边减掉一个数，这是交易费用的会计处理。对于科目的设置，金融工具的发行方，也就是说我是发行优先股的，我发行永续债的，我如何进行科目设置？第一个，发行方对于归类为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慢点，金融负债那我应该用应付债券这科目，完全跟普通的债券核算方法一样，也是划钉子账算摊余成本。第二，对于需要拆分且形成衍生金融负债或衍生金融资产的，
比如说看涨期权，我们用一个共同类的科目叫衍生工具来表示，它既可能核算资产，也可能核算负债。后边我们实际上会讲的这个衍生工具。那么第三个，对于发行了且嵌入了非紧密相关的衍生金融资产或衍生金融负债，如果发行方选择将其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我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负债这个科目来核算，其实呢我们真正书上并不是写是这个，我们书上写的是什么？交易性金融负债。所以你考试时你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负债可以，你写交易性金融负债它也不会算你错，因为书上前后都有这两种写法，它凭啥算你错？第四个，且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的，慢点，如果是普通股我们用股本股本溢价来表示，如果是除普通股以外的权益工具，比如说优先股呀永续债呀，我们用其他权益工具来表示，这是它的标题二科目设置。那么下边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账务处理，我们主要是针对发行方的账务处理，对投资方而言基本上沿用我们前面第14章金融工具的处理就可以了。您不是说发行的金融工具有可能归类为金融负债，也就是债务工具，有可能归类为什么？权益工具。如果是债务工具，我们上一章已经讲了，应该以摊余成本进行计量，那用应付债券来核算。借银行存款是你实实在在收到的钱，扣完了佣金手续费。贷应付债券、优先股、永续债，首先体现第一个面值，完了吗？没有，倒挤差额，倒挤出来的一定是利息调整，而利息调整有可能在借方，有可能在贷方。做完这笔分录，你要有一个冲突，什么冲突？就是画一个钉子账的冲突，画谁的钉子账？应付什么债券？虽然它是优先股永续债，我也用应付债券那套来核算，过完钉子账的余额算摊余成本，有了摊余成本之后往下核算，依然是借财务费用呀，再减工程是摊余成本乘实际利率，贷方应付债券横杠应计利息，或者是应付利息倒挤利息调整，跟应付债券的那块处理没有任何区别，大家记住。第二，如果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归类为权益工具的话，那么就是收到多少钱借银行存款贷其他权益工具，没发现吗？如果你是普通股，那是贷股本，永远反映面值，倒挤出来的算溢价，而如果是优先股永续债就不用再区分了，直接给我挤在其他权益工具里边，有多少算多少。而且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在分配股利，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优先股分配股利，我们是永续债分配利息，我们都做利润分配处理，借利润分配，应付优先股股利，应付永续债利息，把这俩看成一样的，贷应付股利没了。这就是两类我们不同的金融工具分类如何进行账务处理。第三个也一样，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为复合金融工具，你就把它想成什么可转债就可以了，那自然在初始确认时要分为权益成分和负债成分，先把你实实在在收到的钱给我写成借银行存款，然后贷方应付债券一定要体现第一个明细科目什么来着，面值，完了吗？没有。然后贷方有其他权益工具，其他权益工具一定反映的是你的权益成分，倒挤出应付债券、优先股、永续债，实际上面值跟利息调整所谓的代数和，或者说这俩综合的结果，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是负债成分，这不跟可转债是一模一样的吗？
所以大家注意，你就给我这么区分就行了。而且发行复合金融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也是要在负债成本和权益成本之间按各自所占的总价款的比例去进行分割。实际银行存款这少了一块，把权益成分要分担的从其他权益工具里边减掉，剩下的到底在利息调整里边没了，各自承担各自的费用。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发行的金融工具本身是衍生金融负债或衍生金融资产，或者内嵌了衍生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的，我们要按照22号准则当中关于衍生工具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实际这个衍生工具的处理我们在第14章不也讲到了吗？比如说看涨期权、看跌期权跟那很类似。这是第四个。第五，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重分类的账户处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可以考选择。我们看一下，原归类为权益工具，给我反映一下，我这章讲的都是不伦不类的，要是权益工具那一定是其他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那就应该是应付债券，那就说明谁少了，其他权益工具少了。其他权益工具什么类科目？所有者权益，减少其借方，那就是借其他权益工具，优先股永续债。我们自己都知道，您当时把其他权益工具记在里边了，它始终保持不变，有多少你就把它消掉多少就可以了。其他权益工具少了，我生成的是什么？转为金融负债，负债多了吗？所以贷方是应付债券，优先股永续债一定要体现第一个明细科目是什么来着？免职。是就结束了吗？没有。我们这一回再看理论。由于发行的金融工具原合同条款约定的条件和事项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导致原归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的，应当在重分类日我们做如下账户处理。只不过这如下账户处理有一个规矩，你消掉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没问题，但你要生成的金融负债一定得是公允价值。问题就在这儿。可是大家想一下，我消掉其他权益工具 OK 没问题，我生成负债的面值也没问题，公允价值在哪儿呢？我拼，怎么拼？拼凑呗，就是用这俩科目拼出来一个公允价值。怎么拼呀？比如说面值是100万，而公允价值假如说啊是90万，那是不是面值100万，公允价值要90万，是不是公允价值跟面值之间的差额就应该是10万没问题吧？这10万肯定是在哪方？借方。你看两个在相反的方向才能形成一个差额90吗？同样的道理，如果这公允价值不是90，比如说是130，那你就不可能是在借方了，你就应该写成贷方应付债券横杠优先股永续债括号利息调整30。所以结论是什么？我先把面值反映了，然后把公允价值跟面值的差额倒挤在利息调整里边，把这俩拼成一个公允价值。您消掉的是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你生成的是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很可能有差额。哪方？当然哪方都可能有。如果在贷方，我们是增加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差额要在借方，那是冲减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够的冲减留存收益，冲减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其他权益工具转成金融负债生成的一定是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在哪儿呢？面值跟利息调整综合拼成公允价值，差额走权益。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内容。我们看一道补充例题，因金融环境相应的发生变化，甲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1日将原归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重分类为金融负债，该权益工具在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24,000，账面价值15,000，说明您当时是借银行存款15,000，贷其他权益工具15,000，它始终就没变过。现在告诉你这一天的公允价值24,000，然后告诉你金融负债的应付债券面值总额是10,000，这是权益工具重分类为什么金融负债，要以什么价值入账，公允价值。告诉我谁少了，权益工具少了，借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是你的账面价值15,000，先别考虑别的，你是不是贷方就会增加一个应付债券永续债面值是多少来着，10,000。但不对，我说过我要体现的是应付债券的什么价值，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现在是24,000，面值是10,000，差多少，差14,000，就是拿这俩凑成一个公允价值多少来着，24,000。所以有个应付债券永续债利息调整，因为这俩相加才能得24,000，所以这俩在同一个方向。分录平了吗？没有，有可能是代差，代差是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而这道题是借差，借差是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假如说我们现在够冲减，就冲减9,000，如果这甲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溢价没有这么多，冲减甲的盈余公积还不够的，冲减利润分配横杠未分配利润，没了，就这么一个题，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可能就很好理解了。那么第二个，原归类为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慢点，是不是说明你曾经做过借银行存款，贷应付债券面值，到期应付债券横杠利息调整，重分类为权益工具。对不起，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还是一样的，我发行的金融工具原合同条款约定的条件和事项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原归类为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慢点，我是把债重分类为权益工具，你先告诉我谁少了，那就是金融负债少了呗，把应付债券买一个明细科目给它画成丁字账，相反的方向画问号，它的面值原来铁定在贷方，相反的方向就是借应付债券优先股永续债等面值，还会有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有可能余额在借方，那我就问号画在贷方，就是贷利息调整，有可能余额在贷方，问号画在借方，反正利息调整跟原来的方向相反，这是把金融负债给灭了。金融负债少了，那就谁多了，其他权益工具多了，倒挤出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它永远是按照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倒挤的。大家发现了吗？这种倒挤有差额吗？没有。往前翻一下，如果是权益工具归类为金融负债，你消掉的是账面价值，你生成的是公允价值，就会有差额。但是如果你是金融负债重分类为权益工具，有多少钱直接倒挤在其他权益工具里边，我大大的给你写三个字是什么，无差额。谁转谁无差额，金融负债转为权益工具。同样的道理，前边的我们权益工具转金融负债，记住有差额，这个差额走哪儿？走溢价，不够的冲减留存收益，等于走所有者权益。背下来，这是一个客观题的题眼，我想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这是第五个。那么说完第五个之后，我们说第六个，发行方赎回所发行的金融工具。赎回对于我们普通股来说不也是两步，一回购二主销吗？其他权益工具也是这样的，
我要赎回所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的，慢点，要是普通股我们应该用股本来表示，普通股以外的叫其他权益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也是赎回第一步，花多少钱贷银行存款，跟普通股一样也是借库存股，只不过明细叫其他权益工具。那么将来主销的时候跟普通股一样贷库存股，注销多少把它相反写的多少，借方只不过灭掉的是其他权益工具，也有可能出现借方差额，也有可能出现贷方差额。如果是借方差额，先充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够的充盈余公积，再不够的充利润分配横杠未分配利润。跟普通股有区别吗？没，一点区别都没有。如果是贷方差额，是借其他权益工具贷库存股，增加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增加还有够不够一说吗？没有，这不跟普通股一模一样吗？唯一的明细科目占用其他权益工具，就这么点区别。这是第一个。第二，发行方啊，合同条款约定赎回所发行的分类为金融负债的权益工具。金融负债原来你用应付债券来表示的，那就是把应付债券所有的明细科目反向给它灭掉。你在借方我就给你写的贷方，你在贷方我给你写的借方，所以应付债券有可能你写的借方，有可能写的贷方，我这统一给大家写了一下。那么然后贷方银行存款，你有可能会发现你灭掉的应付债券跟你贷方的银行存款有差额，差额怎么办？倒挤在利息调整里边，这个差额有可能在贷方，有可能在什么借方，您需要单独记一下吧。这是我们所说的赎回金融负债的内容。那么第七个，发行方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将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的，慢点，除普通股以外的，如果你是权益工具，那是其他权益工具，你是金融负债，那是应付债券，转换为普通股，那就是其他权益工具和应付债券怎么了？少了，把应付债券和其他权益工具给我反向灭了，画钉子账，相反的方向画余额。然后贷方实收资本或股本，差额走哪？走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假如说不足一元的，你给我支付现金，有一个尾款贷银行存款，这不都等于在前面讲过这些内容吗？跟我们普通的可转债转成股份几乎没什么区别。然后这是发行方，那对于投资方的账务处理，你买了优先股永续债，有可能按照22号准则，也就是我们第14章的规定来处理，有可能按照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准则来处理，前边都讲过，所以在这儿不再赘述。这是第二节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那么讲到现在就意味着我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完了，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